今天下班回家，路过一家超市，准备买点零食回家吃。选好东西付钱时，这时有个社会大姐很硬气的挤在我的前面，然后又瞥了我一眼。我虽然很生气，但看她气势凌人的眼神，我弱弱的后退了半步，生怕碰到她。突然我看到社会大姐红色毛发上有个瓜子皮，我忍不住的想揪下来，结果社会大姐扭过头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，我被吓坏了。社会大姐摆弄着被我搞成鸡窝的假发，又继续排队，心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这时不知谁使劲推了我一把，我一个踉跄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社会大姐的衣服，完了，袖子掉了，真完了。看着大姐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感觉要打我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社会大姐露出了姨母笑，我感觉大事不妙。然后我们这么有缘，还差一个人，拼一单吧。一比一万，开不开心？